今天是2021年三月三日，我今天要做的这个题目呢是高数重启版老鼠数数习题集第175遍，编号为小型呢是23指之后，也就是小型63呢是 log tan x 和 cos x sin x dx 这个固定积分。这个呢是 log tan x 这个除tan x 导数是这个方 x， 那要搞个 cos 方 x 分之一吧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必须要配一下 cos x 呢。这样，就 tan x 呢，以那 cos 方 x 乘 sin x 变 cos x dx， 这也是这个是log tan x 除 tan x。这个是 tangent x 导数 dx， 这个 log tangent x 除以这两个字是反的，来，看到没有？第一 tangent x 是吗？他有个姐姐吧，还是个妹妹呀、他妹妹你知道叫什么字吗？他们两个是龙凤胎。什么叫龙凤胎啊？什么叫龙凤胎啊？龙凤胎，什么意思啊？龙凤就是双胞胎，一男一女，但是是一男一女，叫龙凤胎。一个是日子下面一个入，一个是木字下面一个日。这也有点意思啊。他太会玩探子游戏了吧。令 U 的 tangent x， 然后呢这这样子 low U 比较 U 传 D U。介于这个 log u 乘上 u 分之一 du， 介于这个 log u 乘上 log u 导数 du， 介于这个 log u d log u， 然后再令 log u 等于 t， u 等于 t。对于这个 T D T 就等于 T 方除以二，加上 C 就等于 log 方 U 除以二，加上 C 就等于 log 方 tangent x 除以二，加上 C。那再求导一下 ，log 方 tangent x 除以二，加上 C 的导数就等于。二分之一倍的，二倍的 log tangent x 乘 log tangent x 的导数。这两个二约掉就等于 log tangent x， 像 tangent x 分之一呢 ，tangent x 分之一乘上 second 方 x 就等于 log tangent x。除以 tangent x， 乘上 cos 方 x 分之一，就等于 log tangent x， 除以 sin x， 除以 cosine x， 乘上 cosine 方 x 分之一。要写字、横平、竖直，一个字写一百行。你看看。他这个还比我那个严格，我不是一个字写100遍，对不对？100遍。他是写100行。行。一行应该有7个吧，一般是。你写700遍。700遍。那你不学那个甲骨文的话，你不懂的话，那你可不得就得这样写嘛，要不然哪里记得住那么多字呢？汉字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这个人写的字还挺好看的哦。是啊。故意写一下子这个。cos 方 x， 这样个约掉，就是 sin x cos x 除 log tangent。花在写字上的时间实在太多。对了。没事我就喜欢写。就是。log 方 tangent x 除以二，加上 c。
我在世界上为人类为数学发展做出一些贡献的可能性。中学的时候，陈岗呢，他小学就跳，小学就要跳，跳几级？一，跳几级？二级，跳几级？跳级，跳三级，连着来个三级跳。这个是靠三级吗？对呀。当爹的，这个教育专家的爹，居然就能下决心让儿子所有的标准化的作业能不做就不做。我就问，算了，不是跟我的做法一样的吗？啊？标准化的那个题目，他跟人不做。你上小学三年级，现在三年级的那个题目你去做，你还有必要做吗？不必要。是不是？你妈就说要做，还买一堆回来给你做，浪费时间。我现在不是三年级，我是五年级了。是啊，你现在不是这个水平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听明白他这个说什么，是不是？他也是跳着做的。所以这个六年级这个是别人送的，这个代数与这个潜代数啊。别人送的你就要看了、啊，你是你要什么你就去找什么。啊，不是说别人塞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塞个狗屎上来你也吃，他妈不吃浪费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啊？我给你加点味儿吧。在座的各位啊，看我节目所有的朋友，你当爹当娘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，你敢不敢让你家的宝贝儿啊，不做作业？对于这个 cos x 乘上 cos 方 x， 对于这个。cos x 乘上一减 sin 方 x， 你看到没有？啊？他说了是不做统一布置的作业。干嘛？他不是说他不做作业吗？所以你不能光听人家讲不做作业，明白吗？他是不听，不做那个统一学校里布置的作业。来，咱们再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水平比学校。不，你先不干嘛之后呢？继续看是吧？前面你就知道了，是不做统一布置的作业，看到没有？你像现在数学爸爸也不叫你做统一布置的作业，用在感兴趣的数学上，所以呢就一门精。他就是说你数学学的好，你其他的你这个什么什么学画画啊，学写字儿啊，他为什么刚才说写字儿啊？他说他这一辈子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练字上面，是不是啊？他们那个成稿的，他们小孩的就不要去学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喜欢数学你就学数学就完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嘛。你不让儿子做作业，当爹当妈下不了决心，他下不了决心，你儿子就不能提稿，就能当提稿。这个，我是根据你看他九岁啊，你看看看来，你看过来听嘛，你这假惺惺的在那里。真在做哎！从这里看好吧。哎呦！我就问在座的各位啊，看我节目的所有的朋友，你当爹的这个教育专家的，不过他爹是教育家，让儿子。所有的是小学校长中学校长不做就不做。我就问在座的各位啊，看我节目的所有的朋友，你当爹当娘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，你敢不敢让你家的宝贝儿啊不做作业？我孙子聪明，我儿子聪明，不做作业你敢吗？也就陈乾林一代，陈乾林就让儿子不做，陈乾林是他爹知道吧，作业那干嘛玩儿去了，你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感兴趣的数学上，所以呢，就一门精，钻得深，钻得透。好家伙，你不让儿子做作业，当爹当妈下不了决心，他下不了决心，你儿子就不能成稿啊，就不能当成稿。九岁那年，本来应该都小学四年级，是吧？大体他升了初中了。他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升了初中了，比你还厉害了。你是九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本来四年级变成七年级了，上三年了。三年之后，读高二就直接中科大少年班，高二进了科大，让他选了微分几何专业。他给他爹打电话，说爸爸爸爸，数学真的是一门艺术。他爹高兴啊，说我儿子要成才了。可见儿子对数学这种喜爱啊，是发乎于心。咱们都希望孩子成长，对不对？基本是按照部长的严格。弹钢琴，学小提琴，然后你必须背。A Dance in the Day， 我看到了呀。啊 ？A Dance in the Day 啊，我知道这个。这哪个 ？A Dance in the Day 啊，我知道这本书，我其实练过。是吧？九五论是蓝色的，它是粉色的。那肯定是不同的级别的。啊，是的。如果形成外部压力，孩子觉得是苦，一个苦的差事，他是没有心思去干。人在这个阶段。在于能把压力最后变成了兴趣，兴趣呢变成爱好，爱好变成一个乐此不疲，所以呢，成长呢在中变成快乐之后呢，
他解数学题就有快乐，嗯。哇，学作文题去，这个好像有点开窍。不过哎，不过你听我讲啊，嗯，他不是说他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初中啊，九岁的时候开始上初中了吗？嗯。但是他初中上了三年，就上了高二了，他就上大学了嘛。不，初中上三年到高中，高中读高二的时候就上中科大。啊，那就是就算他上五年吧。嗯。那就是十四岁嘛，对吧？他十四岁上中科大没错，嗯，是吧？嗯。但是你要是在爸爸指导下，你是不是十岁就可以把这个大学的数学学完了？嗯，可以学完吗？嗯，可能还不行哦，你马上要十一岁了。哎呦，十一月还五个月呢，五个月如果能抓紧点，那个还行行可以的。到十一月，到八月。不是，我是五个月。啊，是五个月吗？还有五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抓紧一点，一定要把那个微分偏那个重积分都学完，对不对？嗯，方 x， 我感觉这应该可以吧？第一次按 x， 就等于 lambda ln u。宝宝，我再给你讲个，是不是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也在这样做啊？嗯。是不是啊 ？c 减数。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嗯，这 u 方 du。就等于 u。你如果把这个五，你把那个哎，听我讲啊，你把这个 u 这个重积分都学完了，它后面不是有微分方程吗？是不是啊？重积分学完的话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可能给你一些微分几何的东西啊，你可能就可以看得懂。啊。可能还要，当然也要学一些课程啊，但是那个就高于这种大学的这个数学课程可能就找不到了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就等于自己看书了，对吧？明白了吧？哦，就很可能找不到微分几何，我看看我能找到微分几何的课程有没有，可能就不见得有了，对吧？我那天不是推荐一个叫 Quark 浏览器的东西吗？嗯。Quark 浏览器啊，就是有个功能，就是看书课本啊，嗯，可以有个快捷方式，不需要自己搜，嗯，就知道它的名字了，这样搜就快了。什么 Quark 浏览器怎么了？快浏览器啊，就是告诉你很容易下载嘛。而且呢，哎，它还配了个大学课程网，里面就有一些课，哦，可以听的那种，而且还可以搜。但是也许可以搜得到了，我的意思是可能没那么容易搜了，知道吧？是不是啊？对，我现在继续看了，等于 sin x 减去 sin 的三次方 x 除以三加上 c。学校第一名，第一名的成绩直接就加到美国，就是美国纽约大学。不要，我再看一下啊 ，sin x 减去 sin 三次方 x 除以三加上 c 的导数，就等于 cosine x 减去 sin 三分之一倍的 sin 三次方 x 导数，等于 cosine x 减去三分之一倍的 sin x 的 sin 方 x 乘上 cosine x。瞬间的瞬引力瞬子在这个问题上长线就是 cosine x 乘1减去 sin 方 x cosine 三次方 x 24这期的答案呢就是 sine x 减去 sin 三次方 x 除以3加上 c 这样子。好，这题做完了。老爸，爸爸，做两道小题了，爸爸，有两道小题啊，是我昨天笔记本里面就已经写了，嗯，写完证明完了，就直接在讲。你现在在录音吗？录像吗？在录。哦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第二道题就要求 cos 三次方 x 的这个积分呢，啊，是自己推出来的。嗯，好。你看这个人后来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这个理论物理啊，嗯，最牛的是普林斯顿大学，你知道吧？ Princeton。 嗯，下一个呢是 cos 方 omega t 加上 phi dt。 隔壁是爱因斯坦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，也就是说爱因斯坦，咱直接定，嗯，爱因斯坦办公室的隔壁 cos Omega t 加上 phi， 对，等于 u。那么，
欧米伽 t 加上 phi 就是 r cos u， 这个我加这个是 y， 再除个欧米伽 t 这个，对，有这个 u 方上 d r cos u 减去 phi 除欧米伽。这个u 方乘上。就是欧米伽分之一，让 d r cos u 减去 phi， 这个欧米伽分之一 u 方，就是 d r cos u， 就是欧米伽分之一为了，就是 u 方，就是 r cos u 是。刚好下一减去 u 方分之一 d u， 华裔的科学家有关系，一个是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杨振宁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这是这个邱成桐杨振宁。邱成桐的讲演和课程我找了。邱成桐谁啊？邱成桐是一个在台湾的华裔的数学家。那不应该是这个。邱成桐成名的时候也是27岁。27岁，然后在当年就被提升为斯坦福大。这个等于什么？那么这个，那么 t 就是 u 减去 omega 除以 phi。所以现在这个等于这个 cos 方 u d。特别的幸福，其实不光成长，中国现在天才少年正在呢。对 u 减去 phi 除以 omega， 大家知道有没有 omega 分之一，大家对他更感兴趣。曹原，曹原呢，96年出生，更小，他的是干嘛呢？就是这个研究什么？研究这个石墨烯超短。石墨烯超短。那个我跟你讲啊，钟南元啊，将来啊，这个小孩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，会有一批，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啊，会有一批人那个非常厉害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以前啊学习啊要靠什么老师教，现在的学习的话呢主要靠互联网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只要采取正确的知识，现在呢就不缺这个知识了，你知道吧？明白了吧？不缺知识了，不缺教材，不缺题目了。所以的话呢，那个能成色的小孩就会突然就这里会出来一大批，就这段时间。OK。当然，将来过了这个时期了，是吧？嗯。因为大家都会互联网了，那可能又会去一个另外一个常态，就是你现在是因为跟传统教育比，现在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话呢，你在互联网上找资料找的特别多。明白了吧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，就是这么二三十年的时间出人才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时间算是赶上了，基础也是现在也有起步，也有一点了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你要把自己的时间挥霍掉，要每天晃晃，那也快得很，是不是啊？但不会晃啊。你看这个，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也很厉害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好好做，你现在比他还厉害，听到没有？又有这样子。但是你要是不做，你稍微放松一点，是吧？马上就有人替你搞了，是吧？是这样子的。我是替别人搞的，好吧？对吧？所以你要跑到人家前面去替别人搞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还是很受启发的？对不对？至少他的进度现在还没你快吧，对吧？
不得不以拉高转速的方法弥补起在动力上的不足，这也给日后的压气机叶片裂纹埋下隐患。我国航速有个特点，就是任你空乘，要求都很高。Omega T 加上 Phi 除以二 Omega 加上四 Omega 除以 Sin 二 Omega T 加上 Phi 加上 C 26，爸爸，爸爸，我刚才又做了一个小题。这小题啊，真的是我完全推出来的。嗯，好，好的，现在找到感觉了是吧？你开始不是说积分比较难吗？嗯。现在还觉得难吗？现在不觉得难了，因为昨天我已经你是不是把那课程又看了几遍了？啊，我感觉是开窍了吧。你前面是不是没认真看啊？现在 xcos 三啊，前面可能看的还不够认真是吧？嗯。是不是啊 ？sin 二 x cos 三 x。这怎么咋做呢？电充多少？九九等于三。三倍的，这不是，这是三分之一倍的，
才不是。